你那么少女，那个配舞就很不搭。请问哪里不搭？我可以这样踏踏。那这个企划终于重启了。什么企划？我去年的时候有拍猫咪咖啡厅的介绍，但是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。忘了？那你不是猫奴吗？我是，但是就很少出门。对，所以时隔一年呢，我们又重启这个企划。今天来到的是旷野咖啡，然后来宾是咪菲。嗨，我一直很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的睫毛到底是怎么站起来的？哦，我现在都自己种睫毛，就是粘那个，然后自己粘上去，就会变很大一颗眼睛。因为我就是不管怎么去夹我的睫毛，它都会掉下来。不管就是我用睫毛膏去刷，它还是会晕开。后来我就直接放弃在我的睫毛上面动手脚。你可以去做角蛋白啊，它就会变超大。真的假的？就是你的睫毛会站起来，会变这样。然后你睫毛又很长，所以你整个就是很像。拉牙，不好听，这样听起来好像完全灭了我的火，那个脚超长的，完全灭火。我这样，那我这样好了，然后又感觉我的脸只有一半了。那我在前面。谁啊？这边的猫咪要注意的就是只能摸不能抱，对，要尊重猫咪的意愿。如果它不想给你摸的话，你就只能哭。好哦，我就哭。妈的，快哦。啊、你叫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拍我？因为很可爱。好的。他这次每一桌都附一个酒精。对啊，防疫。我今天早上啊，割到我自己的手。也是超大的那一种。你那个血迹。对啊，好恐怖。你怎么割？就是我在清理除毛刀的时候，想把刀片拿起来清，然后我没有拿好，就没有拆好，就直接插上去。然后你手就插进去了。对啊，就一片起来。因为我那时候在冲水嘛，在冲热水，想说好像不怎么痛。然后看到那个血涌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哦，事情不对。然后拿卫生纸压，想说压一下应该就好了。哇，怎么还在流血？好恐怖啊！而且就是我割完这个，我把它包扎完之后呢，我想说真麻烦，这样子我只能用左手弄东西，然后我左手弄一弄东西，我又割到。为什么？你在那个嘛？你又在拔刀了是吗？我又割到。好带哦！我是被那个，就是有一些包装是那个铁铝的那种。你说隐形眼镜那种？对，然后很容易割到。对，我想说用左手慢慢的开，应该就不会割到了。然后我还是就画了一下，想说不会吧，然后就把它压着，不会吧，然后看到血流出来，发。我想说先把它压着，它就不会一直流血。在我们聊天的时候，蛋糕就来了，而且还有那个。我决定把这个留给你。这么粉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你比较少女，给你。你那么少女，那个配我就很不搭。请问哪里不搭？我可以这样踏踏。我真的我要放回来。不要了。这是什么、啊？巧克力大理石蛋糕。我猜应该乳酪蛋糕。很好吃。真的、哦？它不是很甜，它是巧克力那种香气比较重，那不是很甜的，还不错，你试试看。我要吃小咪的口水。大家，这是小咪吃过的叉子，那我们现在竞标从10000开始。多你的口水，再多一碗。好，我们现在从100000开始竞标。好吃吗？我觉得它巧克力很香，可是它很像那个小时候吃的那个10元巧克力，用挤的。那种巧克力酱啊，我知道那个，哎，好像哦，那个味道，对，那个味道很像，那超好吃的，我超喜欢吃那个，而且我现在发现，它这边有一个猫掌，对哦，它前面这边有巧克力酱，那后面这边没有的部分就是纯粹是乳酪蛋糕味道，我觉得乳酪蛋糕的味道也超级好吃的，我觉得这块我可以给它4.5颗星，水果酥皮，它整个香味十足，好适合你，你为
觉得任何很少女的东西都很适合。嗯，哦，辣锅很脆，然后里面是 QQ 的，我们叫马吉。好啊，哈哈哈哈哈，这个假的，它里面有马吉，你有吃到吗？有。哇，丽妮猫猫，好可爱哦！他们的杯子也是猫掌哎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。你真的很好吃，好吃好吃，但是有够烫的，吹吹呼呼。我还以为是很有爱的。哦、so cute， 是怎么舍得喝？你们知道对于这么可爱的东西要怎么对待它吗？宠它。是怎么舍得喝？不是，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下面会超烫哎，我会完全没办法喝。希望你刚有学起来，对待很可爱的东西要怎么样？捧起来，捧起来！因为我不知道我喝这个是什么耶。它都是席兰，就是奶茶吗？再来喝喝看。好喝。我跟他点无糖，所以他的抹茶就会偏苦。然后我最喜欢偏苦的抹茶，我觉得偏苦抹茶怎么了？不喜欢抹茶，不喜欢，而且是苦的抹茶。我最喜欢抹茶了。哦，怎么啦？然后怎么啦？好可爱！它是用芝麻酱下去调的，我们去调比例，让它是可以凝固，不会是液态状。它有点像是酱料，然后是把它做成是凝固状的酱料。好酷哦！然后下面是我们自己调的芝麻奶酪。奶酪。嗯嗯，好吃，好吃哦！它是那芝麻的，咬不动。嗯，好像吃汤圆哦，那好好吃，真的好像汤圆哦。你讲真的好像汤圆，很像那个桂冠芝麻汤圆，但没有那么甜，我觉得。它是个比较甜，我觉得是好吃的，就是奶酪，芝麻奶酪，有点奶，很奶耶。吃饭，哎，是真的，他踩着哎，
且他现在会觉得很方便，是因为他有地方可以踩的。他的毛好软。我们三只里面最软的应该是 Fiona， 然后再来是洛基，最后是索尔。但是毛蓬的程度应该他最蓬。这方面好好看哦，他眼睛真的好美哦，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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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爽吗？爽死了，很爽，这双都要闭起来。那我们现在先下去二楼看看。这是他的家，他们可以看风景。他喜欢待在这边，然后看下面的。附近的肉，那边有一只猫。好啦，我们餐点吃完，然后也跟猫咪玩玩，开心，好爽。那只白色布偶猫真的超可爱，很漂亮，蓝色的眼睛超可爱。然后洛基是小胖子。另外一只叫什么？索尔。索尔。就好可爱，不要拍起我一定要。好可爱哦。这是只有正餐以外的零食小时间会看到他们清醒。他是索尔。对，这只是索尔。他就是那只只给人家看一下的。常常看到他多半都是在睡觉吧。猫咪好像一天会睡十几个小时。十三。我的天哪。13到15都有可能。他是什么？它是英国短毛猫，然后它是三只里面以跟人相处来说脾气最好的猫，偏偏它不喜欢人群，它是不太会叫的猫咪。它如果真的不喜欢，它也从不咬人的那种，它是会自己走开的猫咪。长高眼袋，棒！再闻啦，好想当猫，想睡就睡，而且不管你做什么，大家都喜欢你。他会说好可爱。跟猫咪没关系呢。你要来抢吃的是不是？来，真的是胖。来，打架，喂，我要看到血流成河。来，打起来。啊，没有耶，好可爱。没有就走掉了，大先生，好歹留一下嘛。在这里。啊，你很棒啊。这只手好可爱哦。远远的喝太多的芝麻麻薯。哎，真的耶。扶着正，它是认真的在踩我的手，很重，是有重量的耶。好，我们刚刚原本要拍结尾，但是被 gank， 太可爱了，而且我相机拍到没电，我花了一颗新的。但是如果你来这边，然后你手机如果拍到没电没关系，因为楼下都有插座。那这边的餐点，我觉得猫咪拉花超可爱。应该是猫咪咖啡厅里面，然后我觉得算是还蛮好吃的。对，好吃，然后分量也算大的，而且它的松饼真的超饱哎，超好吃，两片就饱了吧？因为它里面有一个 QQ 的口感，麻吉，它塞的麻吉，好吃，很好吃。你大概一个下午消费500块左右就可以吃很饱，超级可以待很久。那今天就是以上的球猫咖，对，猫咪咖啡厅，记得订阅咪飞。你不介绍了自己的频道，我的频道是 Mifei Julia， 然后大家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JULIAMISAKII。我是小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推荐的猫咪咖啡厅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我可能会拍，可能不会拍。有猫就去拍，有猫有空就去拍。详细资讯会在下面资讯，然后记得去看哦。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就是像这样，然后去吸引旁边的。我都要走了。我们刚刚要走的时候，发现几乎没有客人。他们二楼就是展厅，然后在下面座位下面都有那个充电口，所以你们都可以来这边拍猫咪，拍到手机没电都可以在这边充电。